是陈秋华，我参加这个节，这个课程第三次哦。我觉得在这个团体里面哈，你讲出来的，你之前一切照顾人的那一些心酸啦、还有一些难处啊，在这个团体里面，你可以尽量的。可以表达出来。你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，你讲了，人家听不懂，而且不见得能够接纳你发出来的那个信息。但是在这里可以尽情的，而且同伴们都是很了解你那个心情，所以我在这个。里面我学习到我可以放开心胸，然后吸取各位同学的那种他们的经验，让我能放开，能够学到很多了，就是像是可以把一些内心从来不敢说出来的感受，我都可以讲出来。然后那个老师们啊，老师还有各位那个同学，他们之间不会有人笑，而且大家都会把他们的心来话啊跟我们分享。我很高兴在这边上这个课程，谢谢。